我是一个来自外星的女孩，柴小七。她是一位地球的霸道总裁。这个是给方总做的特餐，知道吗？让一下。哎，外卖好好的，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。下来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做饭啊。是猪吗？奇怪，怎么他一再就不理我？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打算纠缠我到什么时候？谁纠缠你了？小七啊，你知道吗？在地球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：打喷嚏、贫穷，还有爱。做我女朋友吧。自从我在咖啡厅第一次遇到，我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你。我是不会喜欢你。是因为方烈吗？哥，你知道吗？只有跟小七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会感觉自己命运重要。小七啊，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骗不了人的。山温若寒，妄图吞并仙门，作恶无数。云深不知处，竟烧了。云梦江氏犯上作乱，给我血洗莲花坞。魏婴，你打算一直如此吗？如果我不能这样，还能怎样？金宗主是不是觉得岐山温氏没有兰陵金氏，就应该理所当然的取而代之啊？温情温宁，今天定要将你们挫骨扬灰。魏无羡叛逃，我云梦江氏恩断义绝。别闹。主动出击了，但是我忘记了。忘了？我想起来之后想再亲他，他推开我了。你这就是耍流氓，新手啊！你就指着这本书，不然呢？尽信书不如无书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从科学的角度出发。一旦遇上了自己喜欢的女孩，你该怎么办呢？追，这不对。作为一个学霸，不打无准备之仗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我明白了。你是在跟我炫耀你们系学的东西很难吗？就是不断的提出假想，去推断，去求证，你才能投其所好。我明白了。这是上次买厕所先生吗？流氓！怎么让这个姑娘知道你喜欢她？表白，而且这个地方必须有点浪。等等，我明白了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说。今天早上。抓他！我明白了。大姨妈，你很坚强。变态。我明白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其实你走开。我明白了。你干嘛？顾唯一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的计划里真的有你。爷爷，你很浪漫。
停电了吗？这不是有电吗？对不起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你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我们的世界。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女人天生金贵，而男人地位卑劣。无论是文官还是武臣，皆由女人担任。连出来卖艺的歌舞演员，都是男人的。真好看，今晚送到我府上。禽兽啊！哇，刺激！花园城也很少有你这样厚颜无耻的吧？你别用这种性别歧视的语气跟我说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世间唯有男子跟小人。南阳野，我赔给你，咱俩算扯平了吧？这，我们三公主用膳，你得在旁边护菜。突然好想吃石榴。石榴，我只是想看看有没有。你这种女人，要放我们玄武城，早被休息千百遍了。嘿嘿。抱也抱了，亲也亲了，那下一步该干什么呢？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剧情还是比较狗血的，有什么办法能快进？来了吧，大场面呀！来找的是我。干嘛？一整夜。干嘛？我什么都没干。干嘛？我太难了。相生相克。锤你！相爱相杀。这花是我送的。你怎么知道我需要用玫瑰啊？陆桂芒，你这个玫瑰花确实是新鲜。不要叫我陆桂芒，还是靖哥哥好听。靖哥哥，不要脸！陆总，对不起。你别说话了，就是你，你赢了。你需要被动变主动，站住。大言不惭，想过我甚不好。小屁孩，我跟你拼了！在你想象中，凤九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那个小丫头，摸鱼打鸟不在话下，专门闯祸。你这大胆狂徒，敢对帝君如此无礼！救命！逃命要紧！小九这般任性，我上哪儿给他找夫婿？个性最欢脱不过，但喜好呢，却是最规矩不错。跟我爱帝君好英俊。小白，在民间这就是夫妻，不必拘束。先撩拨之，再冷淡之。难道你对连松也是这样的？我做的发簪几乎都被你给收了。这个老凤凰，殿下，你是要我如何帮你？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这帝君哪一次捉弄人不是全身而退？如何？你要姬恒与那动画联姻？动画！老子跟你拼了！哎呀！如果你娶她做了帝后，将来要尊称夜华那小子叫姑父。喜不喜欢是一回事，而或许自有机缘呢。你觉得他会喜欢我吗？你？所有的所有，都是为你而来。
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去历些寻常少女的欢喜？往事不必执着。我喜欢你那么久，我在乎的只有你。如果你真的不开心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曾经喜欢你，喜欢了几千年。我喜欢你。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是担心你一腔热情付诸东流啊。待魔尊冲破了封印，这八荒六合必要遭受一场极大的劫难。那些心系你崇拜你的子民，更是将身家性命都系在你的身上。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吗？万箭穿心，原来是这种感觉。你是胜者，我是败者，我们不过都是被命运捉弄的人而已。